位，第二位，要不要喊一下名字？谁啊？你呀、啊，不可以了。我们第二位赢走价值200块钱的是朱志金。哎，过来呀，你干嘛这么含蓄？好，感谢我们的头奖，来，这两位请到后面去一下哈。我们的头奖，来站起来，站起来。你们认为谁是胜利者？跳舞的吗？哎，你怎么跟他在一起？你应该过去那边啊。啊，你们都是中国人啊，都是自己人啊。那在新加坡当然是要互相帮助哈。谁认为是唱歌的还是跳舞的？听不到，再来一次。谁认为是跳舞的还是唱歌的？跳舞的。再来一次，一二三。是跳舞的吗？是。答案是王健。好，价值300块钱的这个奖金，哎，要不要奖品？不要，我拿走了。来来来，请来这边领奖，来，谢谢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再次感谢我们这个副总裁来 Miss Lily， 来感谢他为我们颁奖。